娘子金宝抓得了你没样总年满了金宝爱咋的把给他当爱真多钱嘛多都记见了三咋咯你见着金爱阳干咋讲话来都接线了也烂门金没碰着也不来说完的工作的都把宝外进去咯但不得不等把自己家也为自己的伴自己帮助把我写作的梦那么的用在去了总不错完的为了度化天边无际的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上节课我们正式开始学习不共内前行第三引导共曼禅龙滋蕊圣源资粮首先介绍了滋蕊资粮的必要按照自宗的观点我们原本具足佛的三圣一切功德但是在圆满有缘福德资粮和无缘智慧资粮之前不能清净烦恼障和所知障没办法获得自性清净以离垢清净的佛果也没办法现前佛的色身和法身不要说佛果即使是要舞蹈的证悟空性获得登地以上的菩萨的果位也要相应的圆满二种资粮而且即便已经现见见到法性真谛入定时安住于离系的大空性当中出定的时候仍然还是需要行持十波罗蜜多滋蕊福德资粮最终才能获得出定入定无别的佛果如果没有福德就不可能依到具证的上师善知识或者即使听闻佛法也难以专心聆听乃至进一步深入法义因此想要深虑的文思修乃至出家修行都需要积累足够的福德资粮想获得暂时的世间安乐也需要往昔积累的善根的福报作为因如果从来没有种下过布施等善因哪怕是亲见本尊护法神亲临加持也无济于事很多人不明白因果的道理总以为让上师们传个财神法自己马上就能一夜暴富如果往昔没有积累福德资粮这种想法也只是异想天开罢了福利王子的公案告诉我们在设立精进工巧智慧以福利中能给人们带来最大利益的就是福利如果没有福德仅仅拥有设立精进工巧智慧也难以获得大利益依靠福德能够承办今生来世的种种安乐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一切所愿在整个世界中以福德力能够利益一切众生福德具有无与伦比的功德利益因此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要注重培植福报我们在积累福德时也要注意摆正自己的发心无论行持任何善法唯一的目的都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绝不能掺杂丝毫自私自利的发心而在承办利益众生事业的同时自身也会自然而然感应福报犹如烧火必然能产生烟一样上几个学讲的共曼禅罗的必要关于滋蕊资粮佛陀先说了诸多不可思议的出生方便法门而共曼禅罗也囊括了所有的法门并且最简便易行
是初学者容易施救的法。在共同密乘里，也就是外续部，所有的自累自量的方便法中，最殊胜的就是共曼禅罗。如果是在大圆满或者无上瑜伽部，最殊胜的自累方法是念手回供。但对于回供的意义、仪轨、方法，很多人都不明白。所以对初学者来说，最方便的自累自量的方法就是供曼禅罗。曼禅罗是梵语，意为修持精华获取精要，修持曼禅以获得灭谛道谛的精华，积累广大资粮，成为获得增上生决定胜功德的经营。曼禅罗也表示坦诚，以此来提醒我们一念佛陀三身的一切庄严。在供修曼禅罗时，我们要在自己的心里观想三身刹土的一切庄严来做供养。历代高僧大德都非常重视并且精勤的修持这一法门，虽然表面看来只是拿着米、青稞等五谷杂粮在那里采来采去，但其中蕴含着非常深深而细微的因果道理。以前讲解因果不虚的时候也提到过业增长广大之理，而且在诸佛菩萨、僧众、父母等殊胜对境面前，即使供养微小的物品也能获得广大的果报。在上节课中讲了大智度论的公案，公案当中就有一位老佣人以清净的信心想要供养佛陀，但是由于自己没有好的食物，只好这样粗劣的饮食供养佛陀，结果佛陀欢喜迎供，并修习塔将来于十五劫中在天上享受安乐，后来出家学道，成就辟支佛果。公案还没有讲完，今天继续往下讲。当时有一位佛罗门在一旁站着，目睹了整个过程，他对这件事表示怀疑，对佛陀说道：你曾是刹帝利种姓，在古代比较讲究种姓，在古印度分为四个种姓，婆罗门和刹帝利是最高贵的种姓，是金梵国王的太子，如今却为了获取小小饮食而说大妄语，如此粗劣的食物怎么可能获得那么殊胜的果报呢？佛陀也是视线广长舌相，伸出的舌头能覆盖整个脸一直到发际。佛陀对婆罗门说：你看的经书上有说过如此舌头的人微说妄语吗？这里的经书可能是指婆罗门的书籍，以前婆罗门大都会看上。婆罗门说：如果人的舌头能覆盖到鼻子就已经言无虚妄了，何况到发际呢？我心中相信佛陀必定不会说妄语，但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微小的布施就能有如此大的果报。佛陀问婆罗门说：你曾经见过世间的稀有难得之事吗？婆罗门说：见过，我曾经在路上看见一棵尼拘卢陀树，树荫大到足以覆盖商人的500车程，而树荫仍然没有穷尽，这确实是稀有难得的事。佛陀问：此树的种子大小是怎样的？婆罗门回答说：仅仅是戒指的三分之一的大小。佛陀又说：谁会相信你说的话？树木如此巨大，种子却如此微小。婆罗门说：真的是这样的，师尊，这是我亲眼所见，绝不是虚妄的。佛说：我也是这样的，看见老女人以精进心布施而得大果报，就和这棵树的道理是一样的，种子特别小，但是它能长成参天大树，以微小的因就能获得巨大的果报，也因为如来是殊胜的福田，所以能得大果报。这就像我们种苹果树或者荔枝龙眼树，一颗种子可以有几千上万的果子。婆罗门心开意解，五体投地向佛忏悔道：我的心丑恶不善，因愚痴而不信佛。佛为他先说的种种法，他当下证得出果。婆罗门当时举手高声说道：所有的人听着，甘露门已经开了，为什么你们还不出来？城中的所有婆罗门宁愿送500金钱给国王迎接供养佛陀。上节课也说到
当时的国王是信奉婆罗门的，还下令谁供养佛谁就被罚500金钱，并说得甘露味谁还未练习这500金钱，人人都获得了真正的佛法甘露，谁还未在乎金钱的。所以众人宁可被罚钱也要去面见佛陀。就这样国王制定的法则就被打破了。后来国王和臣民一起皈依佛陀，从中一切人都对佛生起了敬信心。智慧光尊者在功德藏中也说了，无忧树种如芥子，每年果实成熟时，一枝一增一由行，善恶果真不可依。本来无忧树的种子比芥子还少，可是树木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每年它的树枝都增长到一由行左右。假设无忧树的种子有1厘米，结果增至一由行等于40厘或者2万米，1厘米变成2万米，增长倍数是200万倍。即便如此，这也没办法形容善恶果报的增长程度。由此可见，以微小的善根即可获得广大不可思议的善果。所以我们不要小看用小小的大米或者一点点的珍珠玛瑙等珠宝来供养三宝，而且我们供养了10万次，将来所获得的果报决定是不可思议的。此外，公曼陀罗的殊胜性还体现在我们在以外在的曼陀罗代表无量佛刹的一切殊胜供品，所以供养曼陀罗才会有如此殊胜的功德。以前藏地非常出名的良知日巴尊者说，所谓供曼陀罗，伸手便可滋累广大资粮，所以再没有比他更为甚深的法药了。我们想想也是，单单依靠手并能滋累广大资粮的法门，可能除了供曼陀罗再没有其他更简单易行的方法了。其实要滋累资粮，特别是广大的资粮，是非常不容易的。比如修建寺庙啊，做慈善等的很多的善举，前世没有一定的福报，今生没有一定的钱财，你要做广大的上供下施是特别困难的。即使你想发心，也不一定有这样的机缘，不一定有这么大的福分。但是供曼陀罗无论贫富谁都可以做，所以一定要以此来圆满自己的资粮。大家有机会也看一看堪布冈仓仁波切的传记，看看他是怎样供养曼陀罗的。他在供养曼陀罗期间梦见了一尊玛护法神，护法神把他带到一个山顶，在一块清净的草坪上，他见到了无垢观尊者，尊者将水晶置于他的头顶上，为他唱了一个前后都有阿字的6句大圆满偈文。当时他升起了无比的敬心，当下中断了分别。醒来以后他非常欢喜，并在无垢观尊者的上前找到了几颗舍利。修完曼陀罗以后，上师问他，你是否见到了大权之无垢观尊者？他已经忘记了那个梦，而且没有限量见到，所以就说我没有见到。过一段时间，上师又问他见到没有，他还是说没见到。于是上师问，那你是否做过相关的梦？他说梦倒是做过。接着他把梦境详细告诉了上师，上师听后特别欢喜，说无垢观尊者已经把大圆满的所有法都传给了他。之后又在其他弟子面前赞叹说，阿乐，这个是对堪布冈仓的亲切的称呼，见到了大权之，而且具有足够的福德，才能顺利犬除修行中的一切违缘。在近代有一位圆照比丘尼，是中国近代三大比丘尼之一，他从圆英大师处得戒，一直檀溪老法师学习经照，后来到四川康定获得了贡嘎活佛的灌顶，随活佛修学密法。在移植过程中，他对金刚觉的修法很有信心，为了以后闭关时有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他向上师求这个法。上师说，金刚觉非常殊胜，但对你来说最主要的还是供曼陀罗。
所谓衣服压百货，你的福德增上以后可以遣除一切道障。不过他还是担心自己因女生修行容易遭遇众多危言，而且他对金刚诀的修法心行强烈，一次一再请求，后来上师也勉强穿了。当然他有这个担心是很正常的，因为戒里面要求一般情况下比丘尼是不能单独行动的。得法以后他精进的修持，获得了修法的验赏，他可以将金刚诀插进石头里，把金刚诀插到水里也不会沉下去，见到自己修法有如此威力，他再也不害怕了。后来他到了终南山闭关修行，一天打坐的时候，山上有一块磐石崩落，正好朝他滚过来，在接近他的一刹那，他赶紧拿起手边的金刚诀朝他一指，磐石当下裂成两半，从两边滚开来。当时他特别庆幸自己修了金刚诀的法药，不然命都没的。他以为自己躲过了一难，随之不久后他走路时摔了一跤，手臂断了。当时大雪封山，看不见任何人影，幸好遇到一个上山采药的老人，还未治疗骨伤，才把他治好了。经过这些挫折，他终于明白上师说的对，衣服压百货，金刚诀虽然殊胜，但如果当初听了上师的话，多供满茶罗，这些危言根本就不会出现。从此之后他非常精进的供满茶罗，而且在他的开示当中也常常的强调福德的重要性，让人多供满茶罗。这个公案告诉我们供满茶罗的重要性，另外也可看出对上师的吩咐依教奉行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一开始听从上师的指点，肯定可以避免后来发生的这些危言。那我们作为弟子也一定要听上师的话，不要自作主张，这样修行的道路也必然会顺畅许多。你们也可以亲自试验一下供曼茶罗的力量有多大，先对某一法本或者某一个圣真法义读一遍，比如智慧度的法义，然后你以最大的专注以决心认认真真的供养几次曼茶罗，再去读这个法本，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理解发生了转变了。第一次你可能只能掌握其中的一两处要点，但现在你能理解每个字的含义。如果你对某位法师感到疲倦，你也可以试着在供养曼茶罗后再去听他传法，你的体验和感受也许会完全不同。乔美罗门谦有一个修曼茶罗的窍诀，窍诀当中就说了，供曼茶罗不仅是五十万加行中的一个修法，平时也应多修，比如每天最好能供37堆曼茶罗，如果做不到，那每天供100遍三声曼茶罗，这个也做不到，每天供100遍7堆曼茶罗，连这一点都困难的话，那至少也念100遍周易。可见供曼茶罗应该是每天都有的修行。乔美罗摩诘说，供曼茶罗的修行是远离三垢的清净供养，如果是做其他供养，凡夫人在初中后都容易杂染不清净的念头，比如你用钱来供养或行善，这个钱可能来源不清净，当初你赚钱时可能是心怀造假欺骗，或者口中说妄语等等，有很多不善的成分。中间供养的时候本来是为了积累资粮，但一做起来又难免有傲慢竞争的烦恼和痛苦，供养之后往往又会产生执着心、吝啬心、后悔心，初中后这三种垢染一般人都很难避免。有些人供养上师非常好的佛像，比如金的佛像或者水晶佛像，一见到就说你看上师那个佛像还是我供养的，这样供养出去了心里面还执着是我的，这样会损减自己的功德的。而供曼茶罗就不同了，刚开始你是根据自身的条件置办的曼茶盘和供品，中间修持的时候也主要是做移欢供养，供养之后
肯定不会有什么吝啬、后悔、轻易就远离了这三种垢染。这是特别殊胜的自律自量的方法，不仅富人可以修，穷人也可以修。而且自古以来的高僧大德也都是依靠这一个修法积累的广大的资粮，所以大家应该以宽喜心和信心供养曼禅罗。当你到一个圣地、道场、寺院，或者在佛像、佛塔面前，或者听闻佛法、得受灌顶前，都应该供曼禅罗，或者一百遍，或者一千遍，随你的意乐进行供养。不论你前往什么地方，随身带一个曼禅本是十分有必要的，就像阿底禅尊者那样，随时随地都可以供养。三所说曼禅罗，此分三：一是持，二前期准备，三供奉方法。一是持，按照大圆满心地派自宗的传统，曼禅罗可以分为所说曼禅罗和所供曼禅罗两种。所修曼禅罗是摆放在佛堂里作为供养对境用的，你可以将它观想为五方佛，也可以观想为归依境。供养在佛台上的曼禅罗成为我们修法的资粮田，供养的对境，所以称为所修曼禅罗。所供曼禅罗是我们修五十万加行时每天都要供修的，可以分为三十七推曼禅罗、三身曼禅罗等，每天沿你手上的曼禅罗上供三世三宝，所以就称为所供曼禅罗。这里需要了解的是，我们修持曼禅罗，一方面需要有外在的曼禅盆、供品等物品，另一方面内心也需要具足观想。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可以把曼禅罗分为外在的曼禅罗和内在的曼禅罗两种。外在的曼禅罗就是有形的，由珍宝等组成的曼禅罗，我们把它作为一种提醒和观想的工具。就像上节课也讲了，在西藏有一种习惯，如果要给人带口信，为了怕把事情忘掉，很多人会在手指上拴一根线，看到这根线的时候，人们就会想起所带的口信。而外在的曼禅罗就是提醒我们意念佛陀三身刹土的一切功德庄严。在供修曼禅罗时，我们要在自己心中观想三身刹土的一切庄严来做供养。内在的曼禅罗就是要将外在的曼禅罗观想为五方佛的坛城，或者其他佛的化身、包身等刹土。在两种曼禅罗当中，最重要的是内在的曼禅罗，也就是说内心的观想是最重要的，当然外在的曼禅罗也必不可少，只有两者相辅相成才是修好曼禅罗的必要保证。第二，前期准备。供曼禅罗前，我们需要做一些前期准备。第一，布置佛堂。修行者供养曼禅罗的房事一定要清洁，有条件的道友可以设置一个佛堂，准备一个三层供桌，摆设佛像等三宝所依，然后陈设五供或者七供。在这种环境里供曼禅罗的功德是特别大。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三层供桌的布置。上层最上面的一层摆放三宝所依，即佛像、金函、佛塔。佛像就表示佛身，经书表示佛语，佛塔表示佛衣。佛像可以用释迦牟尼佛像，而且佛像最好是经过装帧和开光的。放在供桌上层的左侧，经书可以用《金刚经》啊、《心经》啊、《大般若经》啊、《般若摄颂》等《般若经函》，以及《大化妄往》啊、《大圆满须菩》、《四心谛》、《七宝藏》等代表显密精华的殊胜经序论点，放在上层的中央。右侧供奉装过帐、开过光的佛塔。卡莫恩宠在供养曼禅罗时，上师借给他三宝所依，身所依是一尊释迦牟尼佛像，语所依是一本《般若摄颂》以及一本《大化妄往颂词》，衣所依是一尊噶当塔，
这种上师又结合三世道以及既定位三学，给他讲了该当佛塔的上升意义，然后又赠予他一尊前置无故空尊者的像，里面装有尊者的血洗脑肉，以及自备光尊者的头发，特别有价值。该当塔与八大佛塔的形状小有差别，据说是阿底山尊者入藏时从印度尼西亚带来的，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的佛塔塔顶都是尖尖的，跟该当塔有些类似。我们修的时候用该当塔也可以，八大佛塔中的任何一座都可以，这些都是一所一。如果没有佛塔，也可以用金刚铃代替。这些佛的身与意的代表，一般来说比较容易找到。如果居住条件，应该供奉中层，工作的中层是供奉所修曼陀罗。一般来讲，每天早上供一遍所修曼陀罗，到了晚上临睡前就取下来把它收好。如果觉得每天这样有点困难，也可以一直供着，直到修完十万遍供曼陀罗为止。沙城供着沙城可以供五供或七供等，五供的陈列次第为石子，石子就是神修，鲜花、水、灯、香。供养时从自己的左边，就是佛像的右边开始供，这个顺序大家一定要知道，不要随便摆。第一种的供品是石子，在藏地一般就是用酥油、藏巴等油盒来做神修石子等。在做神修石子等时要注意，石子的软硬程度一定要做成与自己食用的一样，不能考虑简便易行而做成软绵绵的石子团。阿底沙尊者曾经亲口说，西藏人是不会富足的，因为人们做的石子团软软塌塌的，因为现在当地比较热，石子容易变质，就可以用饼干、水果之类的食品来代替。我们绝不能将自己的残羹剩饭等肮脏不堪的物品作为供品，或者把好的自己爱吃的食品留下来，不好的自己不喜欢的食品作为供物。那些人觉得反正供完了就把它扔掉了，不如供养些过期的或者不好的食品给三宝，这样就不好了。很多序部和敲诀中都有宣说清洁美妙之供品，以及配置清洁玉妙供，并没有说肮脏污秽之供品。往昔噶当泰的诸位大德也说，切切不要自己享用新鲜的部分，而将发霉的油饼、发黄的菜叶等供养三宝，将有辣味或腐败的酥油等作为神修，或做成酥油灯来供养，而自己食用的新鲜的酥油，这些都是耗尽福德之因，所以必须坚决断除。有点需要注意的是，很多居士都喜欢把供佛的供品拿来自己享用，甚至想当然的将这些供品视为加持品。但是依照密宗外续部的，就是外密以下的要求，这些供品是不允许自己吃的。第二种供品是花，有条件应当供养漂亮的鲜花，而不应该以塑料、绢丝等为原料做成的人工花来代替。就是藏地很多地方没有像汉地一样的鲜花，用人工花也可以，但是汉地有那么好的鲜花，尤其在南方，哪怕冬天都有各种花，开的花都非常的鲜艳，开的花也非常大朵，不在藏地开的花很小朵，而且冬天就没有鲜花了。现在条件好，不单单在南方，北方很多温室里面也可以培养好多鲜花，或者从其他地方供应鲜花也比较容易。有条件的话，应该用鲜花来供养三宝，功德特别大。法华经云，若人散乱心，乃至以一花供养一画像，见见无数佛。意思说，如果有人以散乱心在佛的画像前供养一朵花，以此功德也能逐渐直益无数如来，供花也能获得庄严的身相。杂宝藏经中一个天女说，我昔以花蔓奉迦摄佛塔，今生依天相，获是圣功德，生在宜天中，报得金色身。
所以共化的功德特别大。在《大藏经》中，很多经也有讲共化的功德。第三，供水，一般来讲是供七杯水，如果条件有时间供一杯也可以。阿底萨尊者曾经亲口说的，在藏地仅仅用水来滋润福德，也已足够了。在印度，由于气候过于炎热，没有西藏这样清净的水，大多数在家居士供养洁净柔软的水也没有问题。只要自己能够精进，以供养清净的水来滋润资粮，也会得到想象不到的功德利益。在汉地，夏天比较热，供灯可能比较困难，可以少供一点灯，多供点水。有那么好的滋润福德的方法，那么好的因缘，还是希望大家能多供一点水。做供水时呢，要将7个供水杯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擦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将供杯一字排开，放在供桌上。排列的时候要整齐，间距也要适度，不要有过窄、过宽或东倒西歪的现象。如果是大供杯，直径20厘米左右，每个供杯之间的距离是一根手指的宽度。如果一般大小的供杯，直径在10厘米左右，那每个杯子的距离是一粒青稞或大米的宽度。水中不能混有谷物、灰尘、寒生等杂质。供水的时候，如果单用一只手来做是不恭敬的，应该像为国王敬茶一样恭敬而专注。此外，一边跟别人说笑话，一边供水，有时候说话不注意，口水都能喷出来，那不单单没有功德，反而造罪业而已。水器当中的水也不能满满当当的，或者极度不满，一定要做到精致美观，令人赏心悦目。普贤行品中也说，如是最胜庄严记，所以无论是哪一种供品，甚至摆放罗列的形式，都要做到美观庄严，使人舒心惬意。若是依靠恭敬诸佛菩萨之意，便可圆满广大的福德资粮。一般来说，7杯水每天下午都要维修倒掉。有些上班族晚上回来收水也可以，看自己的节。收水的时候，从自己右手边开始收，不时在花园等清静的地方。水不多的话，也可以倒在自己种的花草里面。不能直接倒入水池或者厕所等不清楚，第二天再换上新的凉水。如果没办法陈设佛台五供等，至少也要供7杯水。希望道友能在自己家中每天供7杯水，功德不可思议。第四，供灯，灯油最好是酥油等可食用的油，有条件应该供上上等的油，不要供化学制品类的灯。油灯散发出的光芒能照亮自身与周围的一切，同样心能觉知自身，也能觉知他所遭遇的一切，所以供灯能增进你对心性的理解。第五是供香，这是消香类的香，我们最好用天然的香片来供佛。如果陈设器供，则是饮用水、沐浴水、鲜花、妙香、明灯、涂油、石子。具体供养的时候，你们可以买天然的檀香油或者天然的香水，这在后面也会讲的，来当做涂香。如果是八供，则是在七供的基础上最后加上代表妙业的海螺。众所周知，印度的天气是非常酷热的，它属于热带地区，一般贵宾远道而来一定很渴，所以在迎接贵宾的时候，先供上饮水让他们解渴，接着端来沐浴水让贵宾用以浴身，将一身的尘埃洗净，然后献上鲜花，并拿着香为贵宾引路，前往房内的阴供处。如果室内光线照暗，就点灯来照亮。印度人有用香油涂身的习惯，相当于现在的香水，所以会供上一杯香油以涂身。当一切周续时，便供养上等的食品，而贵宾在用餐的时候还可以欣赏歌舞音乐等表演。也因此，八供便依照这样的排列顺序来供养诸佛菩萨。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就成色上述的五功等丸药在所设曼萨罗的周围，供养在佛像、佛殿与佛塔前。如果经济条件有限，没有所设曼萨罗也可以，只是在心里一念明观福田，也可以按有些上师的做法，先把所设曼萨罗供一遍，放于佛台上，这样表示一下之后，然后再取下来供。关于佛台的布置，在我们的显明念诵集目录页之后，也专门有一张三层供桌的示意图，大家也可以参考这张图来进行布置。其实三宝是不需要这样供养的，而我们尽己所能的供养三宝是为了自他一切众生滋润顺缘资粮，所以供养的时候应具备发心广大的前行，思维善能提供的正行，以及普皆为相的结行，以三殊胜来摄持，这是非常关键的。有些人认为只要做一万供养就可以了，将自己的财物囤积起来，这样只是滋养自己的吝啬心而已，这种想法会导致来生投生到恶鬼等恶趣当中。当我们有条件的时候，应该选择最好最愿意的供品来供养善士三宝。一些舍弃世俗专修的出家人可能会想，我们没有财务供养也无妨，有道是出家人应以法供养为主，所以只要做法供养就可以了，从而一点也不做财务供养，这样会导致他今后的每一生当中都没有东西可供。如果说你没有因缘福报，一点财务都没有，那也没办法。如果有这个福报因缘，获得一点财，供养三宝也是应该的。不要说供什么，供水还是可以的。当地有这样的传统习惯，自己打水舀到桶里，先用勺子上空中洒水三次，念那么供出这么说供养上师三宝。喝饮料之前，也先用无名指沾一下饮料，在空中弹一下供养上师三宝，自己才使用。所以当我们仅有指头大小的食物或者半支供香的时候，仍然能以虔诚的心将它们用于供养上师三宝，那我们的福德就会渐渐的增长，最终能奉献极大的供养。就像普中瓦格西一样，普中瓦格西曾亲口说，我最初供的是甘松，气味辛辣，后来有四合长香可供，气味甘美，现在供的是沉水香和乳香等，气味相符。据说格西每配一次香供养就需要花费22两黄金。又有一些人说，我是一个有证悟的人，菩提佛果应当在修行中求，靠这些外相是不能成佛的。这表明他们对佛法的理解极其片面贫乏，且说自己是证悟者。等地以上的菩萨尚且是要化身百千万，以百臂千臂等身体长劫的供养诸佛，何况你我这些凡夫。认真想一想这个道理，我们就应该用现在仅有的这个身体尽自己最大努力来做供养。第二，准备曼萨盆、供品和香水。具体供修曼萨罗需要准备曼萨盆以及所需的供品。第一个曼萨盆，曼萨盆是由曼萨罗基、铁围山和曼萨罗宝顶组成，最下面的那个盆是基盆，三个圈代表铁围山，还有一个最上面的是宝顶，有的还有一个托盘，这个托盘有也可以，没有可以。关于曼萨盆的质地可分为上中下三等，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选用就可以了。上等的使用黄金、白银等珍宝曼萨盆，如果条件允许，尽可能用好一点、珍贵一点的曼萨盆。中等的使用黄铜、白铜、青铜等金属或者海螺等制成的曼萨罗。下等的使用铁板、石板、木板等光滑的平台作为曼萨罗。像以前在藏地条件比较差，很多人连一般的曼萨盆都买不起，所以都用光滑的石块来代替。从一些大德的传记上看，他们就是这样修的。不管怎么样，
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修都可以了。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自身物质条件丰厚，却因为吝啬而选用下等的慢禅门，这样是没办法自律自量的。第二，贡品和香水。这里介绍的贡品类型不仅局限于所修曼陀罗，所供曼陀罗也是同样的道理。一般来说，供曼陀罗的时候，所供的贡品也分为三等。上等者金银珍珠玛瑙松石珊瑚青金石，或者其他水晶等奇珍异宝，这些混合在一起供也是很好的。中等者人参、诃子、毛诃子、鱼肝子、橄榄子等较珍贵的药材。下等者就用青稞、大米、小麦、豆类等五谷杂粮，不一定只用米。行者按照能力选择好贡品以后，先用净水清洗，然后晒干，接着用香水涂喷洒贡品。涂喷洒用的香水是用藏红花，如果条件有限，可以用红花、沉香，有的说是红檀香木，但佛说照相度量经解，你说的是沉香。白檀香木、冰片、肉豆蔻等药品，每种各10克，藏红花独立包裹，泡在凉的白开水里1个月，就可以制成有颜色的香水的。一般不能用香厂出售的普通的香水代替。不管怎么样，还应该用天然的、香味愉悦的香水。如果有一些化学物品或不精净的成分，就不太好了。就像我们选用天然的供香一样。具体供养的时候，一般来说，供所修曼陀罗时，最好用上等供品，根据自己的条件供养珍珠、水晶之类的宝石，因为供了以后一直摆放在佛台上就可以了。而所供的曼陀罗，如果多用珍宝的话，一撒到基盘上，声音就特别响。如果家里面有不信佛的，可能会让他们升起烦恼。而且有些珍宝颗粒也比较大，每次拿在手里不大方便，这个时候可以多用米、青稞等谷物，再加上红豆、绿豆等杂粮，或者象征性的加一些珍宝，比如珊瑚、珍珠，也可以。当然，如果有条件，家里不存在这些问题，就以珍宝来修持所供曼陀罗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是说所供曼陀罗必须要用粮食来修。如果自己经济比较富裕，就不能重复使用陈旧的粮食，应完全的用新鲜的粮食来做供养。以前看不到从那么去准备的4坨粮食作为供曼陀罗的供品，4坨粮食还是挺多的，一坨就是一个牦牛能驮得起的，4坨大概是400-500斤或者600-700斤的粮食。据说雅钦寺的阿丘法王的根本上师陈根阿瑞仁波切初到理塘地区的时候，当地人不知道他是一位高僧大德，他就靠乞讨化缘而来的粮食供养曼陀罗，就这样也供养了100斤粮食。所以我们供养曼陀罗时不能供得太少，应该多买一些粮食回来供养。在修持之前，堪布格楚仁波切很仔细地将里面的小石子以及叶脉、鸟粪、碎石渣等杂物都一一列出来，然后就做了清洗，之后开始修。现在我们买的粮食比较干净，可能不必要这样。不像我们小时候晒粮食的谷场，就是烂水泥地，从米的时候也有石头、碎石砸在一起，所以在煮饭前用个破机把糠塞到，再捡碎石头。现在条件很好，很多人肯定不知道这些。我们供养的时候也要像阿丘罗摩切一样，对食物做清洗、晒干，做到所供清洁，不然脏兮兮的，你自己都不这样享用，却拿来供佛，这样是不行的。如果是特别干净，不需要清洗也可以。粮食还需要用香水浸泡。普贤良师言教说，用藏红花等香水浸湿后再来供养，浸泡以后再晾干。如果每天都换粮食，浸泡粮食会比较难做到，而且浸泡时间长，米很容易碎，不像青稞比较坚硬。所以也有大德说，只需要在粮食上喷洒香水就可以了。以前我们供的时候，
直接到那点上水。现在有个喷的东西，喷的比较均匀，可以让香水浸染到粮食上。这样供完之后，将所供的粮食不是给鸟类啊、鼠类啊或者盲人、乞丐等啊，或者堆放在佛像、佛经、佛塔前都可以，不能供完了自己再拿来做饭。至于粮食的更换频率，你可以每做更换一次，也可以每天更换一次。每天更换粮食可以培养自己的施舍心，如是上供下施，两不误。如果经济条件不宽裕，那根据实际情况更换所供的粮食及贡品。如果实在太贫穷，一次供养的粮食反反复复的拿来供也是允许的。总之，供品的数量与更新的频率取决于自己的经济能力。如果条件允许，供养所供曼荼罗子，可以买一些颗粒小的珊瑚、水晶、珍珠等，3到5毫米啊，或者4到6毫米大小的，你可以把粮食和宝石换着供养，比如一座供养粮食，一座供养宝石，或者主要用宝石来供养所供曼荼罗也可以。有的人问，供养完10万遍曼荼罗后，这些宝石怎么处理呢？首先，供曼荼罗可以是一辈子的修行，你可以继续每天坚持供养曼荼罗，你也可以将这些珠宝长期的供养在诸佛菩萨面前。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将修法所用的贵重的物品供养给上师或者寺院。如果实在没有供品，捡一些碎石、瓦砾、细沙等作为供品也完全可以。以前有些大德，他们在修行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只能将细沙洗得干干净净当作供物。如果是心地清净的人，哪怕供养土石等也可以积累功德。据《阿育王传》和《法院诸林》等记载，释迦牟尼佛与阿难尊者在王舍城化缘，走到一个巷子里，遇到两位孩童，一个叫德胜，一个叫无胜，他们正在用沙土建造城市，还在城中用沙土造出了房屋、仓库等建筑，还把土粉当作麦子放在砌好的仓库中。这两个孩童看到佛陀32相之庄严圣像，佛身放出金光，遍照整个王舍城内外，一生就升起了无比的欢喜心。其中那位叫德胜的孩子双手捧起已把放在仓库中被当作麦子的沙土供养师尊，无胜在一旁欢喜的合掌随喜。德胜一面供养师尊，一面以偈颂赞叹佛陀说：“大悲无思觉，圆光显照身，常言生净性，以土施如来，起手一世尊，以断生死者。”得生供养土粉之后发愿道：“愿我未来能够在天地间广设供养。”接着又以偈供养，希望大悲世尊能够接受自己所供的沙土，心生欢喜，以此种下将来获得王位的因缘。当时世尊便报以微笑，阿难于是跪在佛前合掌说：“世尊，佛不亦无缘而笑，如今您以何因缘而微笑呢？”阿难尊者特别为其情，知道佛肯定有什么秘要开示给大众，于是抓住时机问佛。世尊回答道：“阿难，今日所见的这两个孩童，其中一个以今日供养我一捧沙土的福德，将以我涅槃百年后转生为南山部洲的转轮王，在花市城以正法治理世间，名号为阿素伽王，也就是阿育王。他将会把我的舍利分别安置于84000佛塔之中，饶益众生。这就是以少量沙土做布施而获得大果报。”佛陀收集完后，就把这捧沙土交给阿难，让他涂抹在如来经行的地方。后来佛陀的授记果然成真，阿育王的前半生造了很多恶业，以武力统一印度前进，使孔雀王朝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大国。在这过程中残害了很多众生，
但他后半生弃恶从善，在全国努力的推广佛教，并修建了84000座舍利塔，将佛陀的舍利广布于南山部洲。这样的国王王位也是通过对佛陀简单供养而得到的。对于真正能够观想一城中有成树刹而做一湾供养的那些立根者，佛经中开许可以供养土粉、瓦砾等。对于一般人来说，必须在自己的确无能为力、一贫如洗的时候才能这样开许。有些人看到公案中两个小孩以土粉供养的大果报，自己也这样做，但是他不知道孩童的心特别纯真，心性又很大，而且他当时只有土粉，所以才有那么大的功德。如果自己本来拥有万贯家财，且吝啬以上供下施，反倒摆出自己具足诵咒观想等种种能力，自以为是，以此为借口随便抓一捧沙来供养，这其实是自欺欺人而已。这样就不但不能积累资粮，反而未有过失。所以我们读公案一定要懂得它的所诠释的意义，这是很重要的。实际上供养的功德特别大，通过供养今生来世都可以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大方广佛华严经云，供养能尽一切苦，供养必得诸佛智，此因供处供无等，是故欢心供养佛。在无上的因供处诸佛菩萨面前做供养，能够除尽一切痛苦，获得无上的智慧，所以应该以欢喜心供养曼陀罗，或者以其他的世间财物乃至最无上的供品来供佛。本师经语云，施三宝福田，名最胜施者，所在常安乐，后当证涅槃。以清净心在三宝福田处做供养，是最殊胜的布施，今生来世都会获得安乐的，将来必定获得涅槃的果位。而供养曼陀罗又是对诸佛菩萨做供养的最佳方便方法，那我们应该精勤行持，尽己所能供养清净美妙的供品。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应该具备六度波罗蜜，在供养曼陀罗的过程中尽己所能准备供品，即是布施度。供养的过程中，无论是佛堂供桌供品都必须干净，身心要洗手等，即是持戒度。做的过程当中不伤害其他生命，比如粮食中的虫必须把它们拿出来，无论多难都必须有这样的安忍心，这是忍辱度。供曼茶是一门苦行，手拿曼茶盆念诵一遍，做一次七堆供，供满100000遍，这个过程当中不能觉得太累就不做了，而是一直精进的行持，就是具备精进度。做的过程中尽可能心不散乱，安住在供养曼茶的法义当中，就是精进度。了知能供所供，供品为善人提供，即是智慧度。第三，供奉方法，供养曼陀罗的地方要非常洁净，不能过于杂乱，所以在供养前我们有必要打扫佛堂和房间。除此之外，还需要洗净双手，漱一漱口，不仅供曼茶，平时做其他事情之前，就像我们拿经书读诵经典，把手清洗干净也是很重要的。这样做的原因不是佛菩萨有分别心，而是我们要创造清净的缘起，所以我们不要觉得麻烦，也不要把这些规矩看成是一种义务，非得勉强自己每天这样去做。这里的关要是全程专注的放置供品，这样也会积累到很多功德利益。然后在所送曼札的基盆上一次放置5堆供品，这5堆可以名冠为5部佛，也可以名冠为皈依净，在这些殊胜的对境面前供养，自然可以迅速清净罪障，积累资粮。摆放的次序是首先在基盆的中间放置1堆供品，然后将朝自己的方向观赏为东边，并在东南西北各放1堆供品。如果是名冠5部佛，则将中央1堆观为毗卢遮那佛，由如来部的尊重围绕，
东方的一对官为金刚不动佛，由金刚部尊重为要；南方的一对官为宝生佛，由珍宝部尊重为要；西方的一对官为无量光佛，由莲花部尊重为要；北方的一对官为不空成就佛，由事业部尊重为要。也可以名观为唯一境，将中央的一对观赏为以根本上师无二无别的莲花生大士，以及代满传承诸位上师。东方的一对观为本师释迦牟尼佛，由衔接一千零二尊佛为要。上师右侧的一对观为八大菩萨，由诸大乘圣者菩萨为要。上师后面的一对观为光芒闪烁的方壳站内，层层叠叠的放置着带满虚部为主的法宝金函。上师左侧的一堆观为声闻二圣舍利子、目犍连尊者，由小乘圣者僧众围绕。如果没有两个曼茶盆，也可以用普通的盆子供上五堆米作为资粮田的所依。如果连盆子也没有，可以在光滑的石板木板上放五堆米供在佛台上，不管哪种观想都要将所收曼茶放在供台上，放的时候将曼茶炉右转180度，此时原本是东方的那堆供品走到了西方。按照我们的传承，所收曼茶炉摆放在供桌上之前，要先供一遍30几堆曼茶，再供一遍30曼茶之后便供到供台上。今天就讲出来。苏那玛的耶坦扎子巴尼多尼尼巴扎南巴学者杰嘎那杰瓦隆扎巴耶卓贝卓里卓瓦卓瓦苏。